高雄佛光山佛陀纪念馆一直到2月16号，每天晚上都会释放绚烂的烟火秀，而且呢，每场烟火秀的设计都不一样，五颜六色的花火绚丽夺目的光彩照亮夜晚的天空。有的烟火如巨大的车轮，有时候串身的火花爆炸，就像巨大的白色蒲公英在空中摇曳，令人惊艳。八座塔一起弹跳喷出的七彩烟火和大佛附近的火树银花在空中交织，更是壮观，令人叹为观止。